嗨，我又来钓鱼了。昨天好多人没有钓到，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地方，换了一个有草的地方。这个打过去大不大？我们先来喂鱼。没下去。我打了3、4个，我们等半个小时以后再来看有没有鱼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鱼。上鱼。看看这鱼头大不大。23两，有了啊！又上了连杆，时间很快，我们钓半个小时，看看鱼货有多少。半个小时的鱼货还是挺多的，你看，有大也有小的，大的这么大。好，今天视频就这样结束了，拜拜，拜拜。